们现在出发啦。看看今天的天气好转了，前两天都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拉拢了，看看今天收获如何。哦，这个螃蟹已经产卵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螃蟹籽的，我们把它放了这种螃蟹啊，不要了。看，这个是水母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两种不一样。这个水母很大个，那个没什么用啊，我们都不吃这样的水母，把它放掉。这个大贝壳捡回去，到时候给大家哈。来了个花蟹，这花蟹还可以啊。哦，又有一个大花蟹，好多小螃蟹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不要了，这些小螃蟹都不要。大家看，这个鱼很漂亮啊，它的背部是蓝色的，有点发光，我们叫它蹦蹦鱼。这个是长不大的，但是它很好吃。有一个大响螺，这个响螺的肉啊，贵的，在我们这里能卖100多块钱一斤，一般两三个就有一斤的。这种海鲢呢、啊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海鲢，我们叫它海鲢鱼，也叫它水凤凰。这个东西，小鱼现在碰也不敢碰了，因为我被它扎到过。水母，容易。哇，看看大家有没有见过活的墨鱼，你看它把这个鱼吸得多紧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看它的肚子特别的大，看到没？它就是靠这个两边有水的，看到没？哇，那个海鲢鱼看大不大，但是它真的特别美味哦，美味的背后很恐怖的。这两个濑尿虾一公一母，看到没？一个有膏，一个没膏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皮皮虾就慢慢的肥了，而且特别大，膏特别多。看这个皮虾，看这个皮虾也很大，有我手掌那么大。来货了啊！这个是个，看这个黄花鱼个头还。皮皮虾被弹住了，特别的痛哦，看到没？这个皮皮虾，又有一条黄花鱼，听到黄花鱼在叫了吗？呱呱呱的，大一条牛尾。哦，这里有一个龙虾，看，大不大？非常的大，我们不要它，把它放了哈。这个是19公，又有一个响螺，今天有口福了，看到没？两个响螺了，哦，看，好大一条海鳗，哇！大家看到这个大明虾了没有？超级大，我看看，看到没？看到这个墨鱼了没有啊？它在公鸡里，它在生气哦。你看，它在生气，一下就消下去了。看这里，两个兰花蟹。现在这个季节兰花蟹特别少哦，所以它的价格也非常的。上次鱼霸也抓到一条，是很大的。啊，我忘记又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因为它很少遇到，所以我不记得它名字。这样吧。因为这个海鲢鱼啊，特别扎人哦，扎的特别痛，我们把它单独养起来。濑尿虾，濑尿虾，好多皮皮虾。哇，全部都是香螺，看到没有？把它捡回去吃。
这个是东星斑呐、啊。斗龙斑鳅。好了，我们的龙皮一收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去了啊！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多少收获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鱼，有两条很大的海鳗，还有墨鱼，还有响螺，看到没有？很大的响螺，还有兰花蟹，这些全部都放在螃蟹都放在那边了。看，两个那么大的螺，看。这个刚刚上来的时候它跑下去了，这个海鳗的力气真的超级大，看到没有，不停的挣扎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收获在卖了1000块钱啊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小鱼记得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见啦。你拿什么来装？晚上的螺丝有很多啊，活的吗？天哪，它都肉。早上好，我是小鱼，现在是凌晨2点钟啊，我们起来起床出来赶海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白天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是白天赶海啊，到冬天的时候它又转晚潮了，我们就是要晚上出来赶海，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才退潮。我们今天出来碰碰运气，走吧。哇，这么大的小香螺耶，我又是香螺啊，看来我今天都可以吃一顿了，看到没？哈哈哈，哇，那运气太好了。啊，走，好大个，看到没？哎，什么？有个螺，香螺吗？响螺。哎，哪里啊？哎，阿斗鱼，看到没有？啊！哇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哪里有螺？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晚上的螺真的很多啊。活的吗？出来！天哪，太多肉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响螺都可以卖好10块钱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三个，有钱啊！真的非常好吃，这种响螺，三个。哎，哇，老公，你摸一下是不是？哎，是啊，是吧？那，像我们这么翻呐、啊，翻一捕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你看，又有哎，螃蟹，螃蟹到处跑哦，满地都是螃蟹。太小了，真的。这螃蟹不要了。哎，这里都是螺。哎，哎，哇，响螺！天哪，还是要晚上出来。啊，哇，真的好热。哇，好大个哦！哇，这个肉，出力！哇，妈呀，好多蚊子吃我！啊，有钱了，好多东西，继续。哎，这里又有螺啊，你看。那眼睛要放大一点，四哥，你那四个眼睛一定要对得起你自己的眼睛了。嗯，哎，有个螃蟹，哪里？哇，又有兰花蟹，今天我们才发现两个。快手一点。嗯，可以吧？可以哦。嗯，哇，我们真的发财了，你看。真的全部都是好东西啊，而且啊，可以，这个，哦，那里又有，今天是肯定是发财的节奏啊，
是不是吧，老于？啊，老于。啊，看到没？一个。嗯。哇，它上面还有敷了一个玉女螺。啊，对。你看。要不要给你？要要要。啊。还有一只。哇、哦，还有一个。哎哎哎，还有一个螃蟹。一个。然后要抓饺子。还是晚上的袋子，袋子，哦，真的耶，小袋子，小袋子，不要去动它。这个，我们准备打给他们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因为把老鱼会被夹死了。嗯，哎，有个螃蟹，哪里啊？这里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还卡到那个石头里面了。啊？哦，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又有一个。走，我们往回走去找阿平他们了。打架了。我们都发牌了，你不要和他们。猫眼螺。这是五一一，多少钱？350。嗯，所以你价钱要高一点，不要总是那么抠。一共卖了300多块钱，谢谢大家喜欢小鱼，拜拜。快快快快！